他就撞在球就要传掉。来，你走，不然蹲下去。耶、yeah, ，打球！哎呀，上，没事了，还是进了。哇，三分哦！哇，这个秀，这个秀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这个你。嘿，兄弟，我是悟饭，我是一直，我是关，今天玩什么？哎呀，今天来乱斗篮球。对了，这一张叫空中建立的地图哦。喂溜，讲讲空中建立，就讲可能我们要在空中传给你，你传给我这样。我懂了，古力摩洛空中建立，要跳起来。好、哦，慢慢家伙，就是你射球的时候，我直接跳前去在空中建着那一球再灌篮。哦。所以这张图是为我们的偶像普利莫来设计的，没错啦，可能是为吕冠军设计的哦。可以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就选择一个格雷特啊，来配合着我们的普利莫啦。没错啦，这样子我也是选一个杰西做来啊，过来辅助你啊。Okay, 辅助啊，没有错可以啊。所以普利莫在这边就准备一枝独秀吧，准备空中建立。OK 啊，那我们就来试下看这空中建立的组合啦。Let's go。来了喂，我们这一个看到就哇，韩国人嘛，你们是个韩国队伍哦。对面的罗莎，为什么你不是买椰子树造型呢？对啊，你不像一直这样有造型就买了吗？虽然是买了，不过在这边比较难用哦。罗莎椰子树造型可是很帅气的哟。又帅气，确定？又帅气又可爱又滑稽哦！我老了，撞死你啊！很简单呐、啊，格雷特，你回来啦！你回来啦！没有格雷的世界太舒服了吧？你不要骗我，明明就是进不到。对啊，这很舒服，不过你射不定，可能不小心掉进了舒适区。可以，没问题，丢，打死罗莎！哎呀，普利莫表演了吧？喂！他会撞，他会撞，所以你直接拿球了。喂，他一棍打死我了。普利莫跳进去的话，深入虎穴还是得死。对了，深入虎穴还是死了。不用紧，悲惨的可怜，我出来了。Hello， 安娜哈西哟，你们可是韩国人哦，我们可是黑兄弟。打你，我阴道啊，你罗莎。我痛，不要管他。我走啦！哎呀，这么撞他撞你啊，你俩就撞死你先！我进不到备用井，撞你们两个！我按了大招，原来发现不需要哦。来，哦，三分，送个位置给你射哦。哎呀，没有啊！哎呀，没有三分啦、啊。对，没有，哎、一两分都没有啊。备用井，我跳！哦，被他推出来，管你想躲。撞来撞去的这次，没错。Hello， 安娜哈西哟，沙浪嘿哟，沙浪嘿哟。谁拿球我就追谁，谁拿球我追谁啊！这么凶吗？一、二，哎呀，撞墙！不要！传！打罗莎，再打罗莎，一掷两分，一掷两分。哎呀，怎么又踩死了呢？有，你走到就很里面了。不知不觉啊，这些是啊，哈，两分，没有零分，装你不给你，我在装你，哎呀，撞到箱子头好痛，卡手，没关系吧？哇，三分，哇，这边三分哦，把球往回踢。OK， 那我在那个死地撞他们，一家一个角落，那我们就，那我就一直撞他，不给他钱来，耶耶。哦，对面哦，我的偶像在对面哦，艾米啊，难打，普利莫才是我的偶像啊，我知道，可是我怕的是艾米啊，艾米呢？哇，你看这个大汉，硬硬来哦，哇，硬硬来啊，人家，哇，我以为他会射不进的，一直走下面呢，我站中间，啊，我不能走上面的，我站中间就好了，大汉应该进不到来，打我一下艾米 ，peace。我去，可以先传，不能传。OK， 哼，什么？不能，什么？可以，可以，打普攻先。就来一只，汤米奥，就耶、yeah ，可以，直接进回他一滴血，什么都不要讲这样多。又没有人拿球，你看这种人很喜欢留一个漏洞在中间。怎么没有想到？你看这次有人拿。他们很喜欢这样啊，在没有被打爆之前，他们都会搂一个漏洞在那边蹲的。哦，哇，这样远的这个远，没事，我自己是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
OK， 面试要谁？你个面试都困难了，还有不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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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耶！啊！哦，这个男同伴都被切开，一直乱跑。不用紧，不用紧，不用紧。那凡客拉闸了，凡客拉闸了，一下我就给炖了，然后你们就玩。咻！我下地然后被晕了。哇！来了，不然进球了。可以表演。拿球，拿球。还有接，还有接。啊！嘟嘟嘟嘟。啊！丢慢了。凡客浪费大。放弃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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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就好。解决他吧。解放他们。哦。喂。来试手解放了，兄弟。啊！十二分。来呀！哇，又有弹射呗！我这里没有呗。牛牛怕怕哟。不用紧，弹射不适合我们用的。我们不怕弹射，我们不怕狂牛，我们无惧。因为我们有偶像。可以，因为我们有偶像，所以我们可以。你没有偶像，所以你不可以啊！喂，啊，这两个家伙想进来吗？哦。哦。哎，弹射什么？我一个盾，你这么来。来来来，来救了救了救！救救！哎呀哎呀，还有接还有接，再传！救！哎呀，这次进了吧？没有啊！进了？没有啊？还没有吗？没有进啊！球有吗？我在他的篮球上。有了！来！哎，我会被炸，你拿球就好。5-3分球！哇！哎呀！我明明往外面走了，哦，我生气了。哎呀，踩线了。结果生气了，我刚在里面捡球出来了，撞石头，我给他打死了。没有了，这时候看你表演了。喂，不是这样子吧？老牛夺球，太臭了吧？老牛没了。不用紧，你回个血先，我弹给你。OK。中了一折，抽我老鹰。是啊。哇，我都没有拿球，球在下面嘛。哇！然后回来还要吃地雷，要可怜吗？可怜。咻！哎呀，咻啊！这样都是你进不进呢？两次，一直咻啊！来，一直把你炸完了。啊，有了！再来了，来了！来去！霍利伯！霍利伯！啊，那什么是霍利伯？霍利伯！我讲霍利伯啊，我一直讲什么？霍利伯！他就撞那一球就要传掉。来，你走，不然蹲下去。耶！打球！哎呀，上！没事啦，还是进了。哇，三分哦！哇，这个秀可以。这个你，来，多一颗三分吧。太刺激了，我自己都想到。多一颗三分，太劲了，老夫太劲了。好厉害哦，三分。你要三分？不能，我想，我也是在尝试。哎呀，去旁边等嘛。哎，阿姨还是不可以，那篮筐没来到。对，打你，我打你。这个篮筐有点难搞。哇，他们上面偷偷的过得来了啊！是我。可以 slow 他先，来，传，收分结束，有没有机会？我有，我帮你挡住全部伤害。来，哇，三分，剩最后两秒。喂，罗莎，对面的罗莎，为什么你没有这个椰子树造型？哎呀，明明那个造型才是最 Q 的嘛，最 Q 的吗？对，活泼，最活泼的嘛。你是买这样子的？自己都不要买了，然后叫人家买。哎，两个大招。两个大招，哎呀，这个没事的，你打我，我也是要你死的啊！哎呀，就是那么猛，猛男，猛蛇。可不拉帅，喂，什么？那个不是好东西啊！什么不是好东西？可不拉帅，我知道是什么啊！不要骗我啊！很强的吗？什么不是好东西？不，明明它就是一个很强的招式啊！可不拉帅，你看，你不用就见不到了，用一下先。OK， 可不拉帅，还是输了，我怎么可不拉帅不准了？你要用，你没有用。我用了，我看看，我可不拉了，我叫了可不拉帅。可不拉帅，对了，我已经叫了。去吧，可不拉帅。啊！你要进啊，不给装包米。哎，你塔，解决掉熊先，会晕的。OK， 打对了。去吧，狗巴仔。哦，这样进去我讲你了。那你够长。Hello， 巴兰哥，他传给你打了。Oh no！ 直接蹲。OK， 直接蹲。哦，对方直接射。对，应该留来偷他的。惨了，这个狗巴仔不行啊。2-2现在，2-2。加油，狗巴仔！没问题，我收掉罗莎先。OK， 你打掉那个罗莎。来，打一个可以吗？没问题。他已经再杀掉一个下来了，杀完他们就可以了，不要怕，罗莎快点开大招了。哎，一分钟。啊，快点开，不开你没有机会了啦。这个篮球模式感觉啊。1-3 OK， 每一秒都是刺激。哇，好高！
对呀、啊，不然我穿掉了，现在那熊一直追着我，不行，我先反黑之去蹲那个。那个狐狸摸一次去都把那个，对，他每一拳出手的时候，我就按住，哎呀，我不想，三，哇，惨了，来得及了，来得及了，哦，好了，第二还想，可以了，咚，哇哦，幸好，可以，没问题啦，狐狸摸来控不，可以啊，哎呦，给他你把抢掉了，是，不用紧，小心多少，哇。哇！我直接走进去，还好你带走了哦，这个吃鸡了喂！快点上！上得了，那个熊又来了啊！对，保护球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一直可以直接拿球上，他打你要打三下，第二下的时候就可以了。拐子，不用，屌！妈的，强！来了喂哦，黑衣人，对哟、哦，同样是偶像哦。对了，大家都喜欢的，我们的兄弟帮都是喜欢狐狸摸。嘿，兄弟，你死了喂！嘿嘿，没有。赢，到底死了赢，到底死了。谁到谁死？哎呦，杀到谁死？杀！哎呀，我应该等我一下。哇，他动我，动我。没事，来，我上来，我拿着球过来，好，慢慢的走上过来，布里莫就在我面前了，可以啊，我蹲你，你又蹲回他，你回他，不用紧，我有这个流星腰带，对了，已经弄慢他们了，大步流星，来，三分，哇，这不能啊，这不能啊，被宰围着，不能啊，不能就没有办法的喽。先退一步。哎呦，你看这个飞仔，哇呀，哇，好凶飞仔。OK， 我打杀了，我直接跳后面这两个。坐，来拿球，持续的上来。快点 ，Hello 飞仔，蹲一个，退，可以了，失手了。Nice， 不错。对了，两分成功拿下。Hello， 飞机加速飞，他跳你，没问题、啊。哇，大杀漂亮！你这个飞仔兄弟，来，是你。射，你要用射。我射。哇，还是成功了。我厉害哦，没想到。这飞仔一直跳过来，是的，一直跳过来。快走！啊，他有这个水在加持哦。就，还好没有是玩输出的那类型。哎呀，我死了！那位置刚好有一粒东西卡着你。哇，杀手沃雨哦。杀手波格，你们没有分数的不要怕，暴力篮球。兄弟们，你要拿不拿？我还出一个毒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我得要杀掉我呀。OK， 我传掉。一直放了一个小龙出来，收微波克篮球。没有，我拿走，拿走，就给了一只啊。来，中路。肥仔在这边啊，中路。啊。OK， 我穿着肥仔啊。偶像出来了，偶像出来就可以完事了。偶像跳跃，偶像射篮。厉害的，对了，这个我现在有练过我练过的，不要少机会啊！哎，错了，我们的兄弟要上啊！来一只，中五，耶耶耶，两个而已啊，到时间内刚刚好嘞。咦，完了吧？完了咯，你还想要看呢、啊？对啊，我还想要再看啊！要怎么做呢？讲究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啦！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，将会在每逢135晚上7点上传新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